别想最近的速度亲好朋友早安快乐。这段时间是咱七点必胜公务员所提供的节目，在收音机声调频广播网89.3做着播出。有需要服务唔免客气，七点必胜公的服务电话5916-045，我关心的道歉，咱加05感恩。现场开放一线电话5966-449，这个电话啦吼。啊，今日呢，得讲到这个风台啦吼，南部吼啊比较有这个落雨啊，所以咱也是要开车啦吼，也是要出门嘛，就爱少注意一个。啊，若要去山顶，啊嘛是注意一个啦吼。但是伫咱这个婚姻观即马目前天气还阁是足好诶啦吼，既然说礼拜二，咱2、4、6日，咱有开课办事啦吼，啊那是伫咱婚姻观甲彰化这边，还是台中哦，还是啊咱讲点风吼，啊无啥物雨啦吼，拢无啦吼，啊还是啊没有说到吼啊一定着爱啊全部吼放假，啊是讲吼停。停止上课啦，还是讲上班上课啦？吼，咱即马对婚姻观甲北部拢差不多是，吼，也未有这种情形啦，吼。啊，天气还算是平和啦，吼。啊，希望即届即个风台啦，吼，啊，会当安尼洗即个啊，着好过，吼，啊，大家拢会当平安顺利啦，吼。这是我们的期许，上天稳定慈悲啦，吼。今日去安排一对。咱较早常常在听吼，咱就往做来欣赏。太乙救苦天尊，哦，拍摄，这地不是太照顾天尊了吼，来咱甲听看麦。人生最寂寞，安平般福般自安，半明半天半寂寞，半聚半舍半心善。半聋半哑半糊涂，半痴半愚半圣贤，半人半我半自在，半醒半醉半神仙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禅半随缘。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
半聋半哑巴糊涂，半纸半女半圣贤，半人半魔半自在，半醒半醉半神仙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禅半随缘，人生一半在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，半情半爱半苦乐，半俗半禅半随缘，人生一半在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，人生一半在于我，另外一半听自然。开讲哦，今晚这个时阵呐、啊，都、就是开讲的时间，半点禅呐、啊、吼，好听。今晚来你讲哦，人呐、啊，要怎么样才能真正的认知？讲五百年前书读读啦，五百年后读读书，你这常常听人讲啊，对不？啊，所以讲吼、哦。看讲即马咧教学生也好啦，其实唔知影学生，吼、哦，啊是伫学老师教，还是老师咧教学生？即马学生吼、哦，要听老师的话也是无济啦吼、哦，啊那无吼，即马囡仔袂讲安尼，对老师无礼貌的，啊甚至于吼、哦，甲老师吼伫迄个所在伫遐呛声，吼、哦、啊对老师无礼貌的。以前吼、哦，咱看电视嘛，有看到这种新闻，那有这种啊嘛，看视频嘛，有看到这种囡仔甲老师相拍，这叫做啥？这叫做即卖囡仔甲人无共款啊，真正即卖唔知影讲到底老师要哪甲囡仔教乖，啊囡仔要哪听老师的话，唔知影讲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，这是古早教导咧讲的吼。啊，但是五百年前书读读，五百年后读读书啦吼。啊，即嘛经过啦吼，啊，咱即嘛所看到的，无精顿煞袂使吼。人讲啊，白羊吼，白羊就是咧讲白羊期中青盛，啊，是咱讲到即卖囡仔为虾米吼个性啊，甲以前的囡仔无同款。即卖囡仔个性吼，伊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吼、哦，无啥物机会啦吼、哦，你会当去甲教育，因为吼、哦、手机也举咧房间门，甲你关咧，甲锁咧，无要互你入去，密规工嘛，甲你密，吼、哦，啊无爱出来就是无爱出来。但是白羊少，中青盛，就是咧讲到木结枝啊啦，咧木结尾啊吼，就起码来讲天地尾啊，啊即卖囡仔天地尾啊，所以讲宇宙嘛要大整顿啦吼，整个倒盘嘛爱大整顿。宇宙能源嘛爱大整顿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预言呐、啊，预言家一直在预言，吼、哦，搁再搁甲讲落，吼、哦，代志就愈大条，这叫做警示世间人，包括啥？包括世间人应该爱改变的，嘛着爱改变，无咱会自废前程哦，吼、哦，咱要靠咱家己。要靠咱每一个人的家己啦，个人作业个人担。古早人拢安尼讲，个人作业个人担。这个是非善恶、黑白正邪，爱分得清楚。啊，即卖若是
分不清楚，说是多即进啊，非多即退，唔通攀缘呐，啊，莫莫自作为呢。哦，即嘛咧，囡仔咧牵规定，咱咧牵规定。哦，即嘛即个帮派嘛规定，囡仔嘛规定。哦，好诶会当徛做伙，啊歹诶嘛是规堆。哦，即就是咧讲自作为呢嘛愈来愈侪，就是自保。咱人着爱自保，即、这个基本诶方法。你甲看咱即嘛国外，吼、哦，即嘛国外吼，咱、哦、新闻你安尼你甲看，吼、哦，即不管讲是风台啦。哦，日本位头甲细甲尾，安尼嘛是足严重诶。吼、哦，啊，中国大陆36省，其中呢嘛是有几省啊，吼、哦，足侪啦。南柬埔寨啦，嘛是足侪。西洋国家嘛是足侪。咱甲看看国外灾难、地水、火风这些劫数，搁甲看看咱国内这个灾难，比起别人啊是小巫见大巫。台湾算讲是一个报道。台湾报道，每一个人应该要抱着感恩的心。好、哦，感恩就要有这个大道的扶持嘛。你有感恩，才有大道来扶持，才会众生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平安。所以感恩要默默的在为大道尽心尽力。好、哦，人人更应反省、忏悔、精进。无你也看，只要是吼。啊，咱讲南柬埔寨也好啦，也是讲这个西洋国家也好，只要有水吼、哦，啊有这个加雷啊风，吼、哦，代志都拢要讲起来，无废上无嘛，还佫废一半。哦，这个地水火风，这个劫数，啊，看看咱国内吼、哦，算真是小巫见大巫。但是这边呢吼、哦，啊，讲的讲这个风台到底有偌大，要伫咱台湾本岛。会发生什么款的劫数？我们也要抱着吼、哦、向上天忏悔、感恩大道来扶持，吼、哦、啊嘛感恩，咱为这个大道尽心尽力，人人应该要有反省忏悔，才有这个机会，和这个风台水劫会当降搁较细嘞。吼、哦，只要深入认识迄、那个宇宙大自然真理的大道，咱才有真正会当吼。哦化解这个劫数，化解这个劫数，要行这个吼救劫，先救家己啦。啊，要救家己，就爱先学会晓品行道德，有了良好的品行，哦，有了良好的这个道德，哦，自然啦，哦，因缘就会聚足。人讲善缘，像咱讲善缘牵引啦，慢慢的就会接受。哦，如何要安怎会当？和咱的先天教育，吼，即地啦，吼，先天的教育是咱所有神仙佛菩萨拢落到这个世间来咧救劫，来咧救劫，因哪救劫，啊嘛哪要和咱的精神灵性发扬光大啦，吼，这个区块，为什么现在的神仙，都讲是天顶不留一神仙，拢下沉下了凡间来啊？咱真正要会当行这个吼善道来救劫，吼、哦、真正咱爱有上天给咱的，咱要安怎学，要安怎做，吼、哦、方法伊会甲咱讲。先天的教育目前啦，吼、哦、这无迄个具体课本啦，只是吼、哦、咱依照着讲，咱会当慢慢啊建立，吼、哦、慢慢啊了解。所以要讲起讲。千万唔通误解啦吼，唔通误解讲啊，人拄着啥物问题的时阵，啊，咱就去误解吼，啊是吼天无公平，啊是上天无慈悲啦吼，啊无疼惜这人民百姓众生，其实都不是。咱若要讲艰辛的过程啦，吼、哦，外国的国家比咱搁较严重的，还搁有啦。吼、哦，啊咱即嘛在接受啥？在接受挑战。心里要有准备啊，吼！心里要有准备，吼、哦！咱现在要过的是艰辛的过程啦、啊，吼、哦！没有用心，没有耐心，吼、哦！咱敢若爱体面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咱唔知生死死活到底啥物时阵会拄到，咱唔知啦，吼、哦！但是咱的根基若好，悟性若高，转化就较紧；啊，根基若歹，悟性阁歹，吼、哦！啊，人呢，搁奢侈懈怠，
爱食好，哦，佫一项就是浪费足济足济国家资源，啊嘛是咱人食食无欠啦，吼，食食无欠。啊，若食食无欠，咱讲倒掉较济食个啦，吼，即摆囡仔吼，食拢要食好，穿佫要穿好，带佫要带好，遮拢是以后咱爱接受挑战个。爱接受未来啦，吼，未来考验，吼，未来考验。所以讲，个人作业，个人担。但是，咱即马去了解讲，个人作业，个人担。但是，每一个，吼，咱讲美丽来源报道，身为凤来仙岛，咱应该爱抱着感恩的心啦，真正。大风小劫，吼，地水火风。别个国家拢比咱较严重，拢严重几啊倍啦。啊，咱是毋是吼？毋是干那开钱去做超度呢？毋是讲花钱超度无法消灾啦，吼？毋是讲一定都爱去开钱超度，咱是爱袂使讲去做迄种劳民吼劳民伤财啦，吼袂使劳民伤财诶代志，吼咱听呢，咱就会知影。咱做足济吼，劳民伤财，吼真诶。所以讲，即个社会吼，到尾啊，人仰马翻呐，人仰马翻，危害社会了，包括有形无形啦。咱千万毋通误解，讲神无甲咱救，吼，咱毋通误解，讲上天无慈悲，都不可以误解。有形要配合无形，吼，一步一步要消即个业障，要解即个冤业。要行功立德，你爱入了这个殊胜的法门啦，啊，所以讲以往啦，咱认识不清，吼，咱悟了唔对去啊，悟了唔对去，啊，那用法嘛唔对去啊，甲变甲搞得神通灵通，吼，有诶，所有诶，遮足侪人，拢用这种方法，啊，不到尾也变人仰马翻啦，并且呢，危害着这个社会，包括有形无形拢同款。有形的就是人啦，无形的就是心态，千万唔通误解上天无慈悲啦吼。其实我们都错了，没有落实体证，怎么知道妙法何在？吼，没有落实体证，你怎么知道说人要自救救人？这叫做底本的方法。人爱自救，咱有因缘会当救别人，先爱自救，但是嘛是爱。有因缘，嘛是爱救别人。要治本的方法，吼、哦，要治本的方法，就是咱即卖呢吼，这样啊艰辛的过程，通膨啦，吼、哦，通膨，即卖钱就无开，吼、哦，大家若要用心耐心，吼、哦，爱体面爱面子的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哦，吼、哦，你要接受未来的挑战哦。基础若有够好的，当然因兜钱有够，迄拢无烦恼啦。但是咱这吼、哦，咱讲中诶啦，吼中诶，就是讲，还阁有通啊食饭，还阁有吼厝通啊住诶，吼、哦，这叫做吼、哦、啊，咱讲上中下，上诶当然因兜钱好个，吼、哦、钱侪嘛，伊无差。问题呢，根基若好诶，嘛着爱五行好呢，吼、哦、转化才会紧呢。啊，根基若歹，五行阁无好，吼、哦、你阁互你外好个，人讲今日是谁卖甲你败家啦？嘛，该改白改啊！不磨不成器啦，不磨怎么样会出胜？吼、哦，咱讲不磨不生气啊！你若无磨，要哪有当磨心出胜？要安怎明心见性，谈何容易？咱即马定咧讲，灵体要安怎合一，进入了心人合一的阶段，吼、哦，必经爱当超凡入圣，肉身所做的都是圣吼、哦。但是咱要讲的，就是一个根本。做人是一个根本啦、啊，根本一言一行合乎，吼、哦，迄、那个道理，迄、那个人，你有在做个做人根本的这个，吼、哦，咱讲标准就好。但是你要达到教化众生方法，要用什么款的方法？有时咱的误人搁误己啊，吼、哦，啊，没有什么方法，就是要自己，吼、哦，自己要看。咱即马啥物款个时机，啥物款个时代，吼、哦，咱会考关考磨，吼、哦，关关要难过，关关过，吼、哦，毋是讲白白好好安尼过呢，吼、哦，无过无清无错，啊，无经过严格
的这个训练，无经过严格历练啦，咱人拢未觉醒，人绝对未觉醒啦。哦，咱体悟未出来讲，啊，为什么？哦，咱台湾，哦，这个国土，也够有法度保存到安呢？哦，地水火风甲咱伤害，要算无介大。只是讲九二一大地震的时阵，予咱伤害上大。但是你若甲外国比起来，咱这小巫见大巫啦。哦，这对外国也这个哦水灾啦，吼、哦，也是讲伫这个哦西洋国家嘛同款。我们已经很好了，所以咱甲生命有息息相关的、环环相扣的，要按部就班啦。哦，各有哦，每一个人拢有无形的考官啦。哦啊，无形的考官就是爱大家哦合作，一定爱会过关。哦，这才是上天呢，哦，甲咱，予咱上大的机会啦，吼。啊，即摆即马咧讲哦，这要风台要偌大，拄偌大，即个问题啦，吼。啊，梅香呢，今日甲咱讲先天的教育，目前啦，吼。已经是足济艰苦艰多诶，吼、哦，即个所有诶，吼、哦、啊，老师也好啦，吼、哦，啊是学校也好啦，吼、哦，拢爱看会到未来啦，吼、哦，到底安怎来，吼、哦，先救即个所有诶，吼、哦，咱讲已经迷惘在这个社会，还没有清醒的，吼、哦。这个社会人士嘛是爱互相爱提携，互相教育。啊，若伫个学校，老师嘛唔通讲，啊，都囡啊，吼溜溜啊，吼，都去甲老师讲哦，骂啊，老师骂也袂使，怕也袂使。较早孔子讲，甲咱讲诶，敢讲是吼，学生袂使骂，也袂使怕，吼，啊嘛袂使哦，吼，即个学生咧去甲咱，吼去甲咱告啊，是安那。所以现在的老师呢，无啥物权利啦，吼，只要是学生啊做唔对，老师迄个叫训导处呢，即马嘛袂当训导处用拍，也是用骂，拢袂使。啊，所以咱即马，你想这个社会目前啦，已经看会到啊，吼，看会到，然后咱希望的啦，吼，会当超。古早以前的人这么单纯，咱现在要来超越看看，看现在的太空时代，现在这种的时代这么文明，再来就是说，依照咱现在目前的这个国家的教育，越放越轻，越放越轻，算说让我们的孩子越来越自由，读书，读有读无。哦，学校嘛无啥物咧管理啦吼，因为袂当互伊管理，因为老师若伤严啦，人就去告啊。哦，所以即马即个学校嘛，要讲有功能嘛是有功能啦，乖嘛是真乖啦，但是无乖品行无好诶，吼、哦，伊就是无法度去甲调整。啊，咱就是末劫时期啦，吼、哦，无论是天灾也是地水火风啦，咱台湾拢算是。上界有福报的国土啊，啊，咱嘛就是爱会晓敬天吼，啊嘛会晓呢吼，甲咱的囡仔甲调教好伊较好咧。将来啦，吼，这个咱的国家是细啊，国家才2300几万人口尔吼，啊是一块蓬莱仙岛足细地的所在，我们能有这么幸福啊吼，啊拄着风台水劫，咱拢是比人较细。这就是表示咱的福报也阁真大，吼、哦！啊，咱嘛是爱认真努力，吼、哦，甲后一代教好好，啊，咱尽量啦，吼、哦，啊，会当互上天恩典，啊，赐福慈悲啦，吼、哦，甲解这个风台，会当赶紧甲破坏出海去，啊，卖去伤害任何国家，这是咱上界大的愿望啦，吼、哦，上界大的愿望。来需要服务，唔免客气。慈林必胜功德服务电话5916045，外观区的道亲咱加05感恩。来安排一段圣歌。
由黄柳根茎，几岁熟读三藏经，世人称他唐三藏，心中有佛念声声，佛祖点化度众生，让他一路向西行，翻山越岭几回程，转眼又是几秋冬。咱在讲道家啦，吼，道家就是道教，道教在讲的道家，道家一切为心造啦，心生就欲生，是爱讲心生则欲生，心静则欲灭。讲台语啊，听到有啊，讲一心为心造，吼，一切为心造，道家安尼讲啊，讲一切为心造，心生就欲生啦。心静欲就灭，强调就是讲人心多涣散，咱的人心真涣散，一念皆纯真呐。但是咱讲一念皆纯真，纯真有那么简单吗？不要简单呐。人既是道德的化身，也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呐。所以人讲有好有歹，吼，有善有恶，迄个一定的。所以人呢，心胸
要怎麼去形容天堂跟地獄，分水嶺就是在善跟惡。所以我們常常說、哦、去天堂是最好、哦、如果落地獄就最好不好報應，所以才會落地獄、哦、這就是一個分水嶺，就分別就是說善的就是上天堂，惡的一定是落地獄。所以一念之間，一念便是天差、哦、我們說天差地別啦，動機萬千，要怎麼去分說正人必先愛行正，說正人必先正行，正行重在正心，人呢要有正心正意，用在正心、啊、所以說人要怎麼修養性，要怎麼修就是養性、哦、跟你這個性跟你這個心、哦、重要就是心愛正，心正了后，还佫爱养性，爱遵守事物之类法则，还要贫去妄念，清心寡欲，还要顺应自然。所以咱道祖就讲着：宠辱不惊，吼、哦，宠辱不惊嘛，吼、哦，多行善事，广积阴德。何为德？德最主要是以度人，度化他人。哦，使咱人会当人心向善，哦，莫行恶事，毋通做歹代志啊。度人的功德上界大，就救人一命。哦，度歹人为善人，善人爱搁去安怎？讲度坏人为善人，善人再去度人。哦，啊，就是有安尼上界好啊。哦。一直把好的代志搁传落，一直把好的代志搁传落。所以咱今嘛吼，啊咧讲道教讲课，啊咧讲到这个累劫吼，累劫修身也好啦吼，也、啊、是讲积累三圈阴功，哦、啊，这是阴德，唔是单单讲是度鬼度众生，还是度鬼度畜生啦吼，也、啊、是咧讲到讲养善必须要善导。先善导众生，这才叫是福报。所以修道之心呢，先要正心诚意啦。不管是布施，还是其他的功德善事啦，拢要有心，要正心、正念，吼、哦、正心才会当吼、哦、配德，有德啊，吼、哦、财福，好的福报，唔在伫你的身躯边，或者是你有做才有诶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讲累积啦，吼，啊，积累三千阴功，吼、哦，这就是阴德。吼、哦，但是人呢，伫布施，吼、哦，要行这个善功，行这个功德，吼、哦，最主要是要有正心，吼、哦，要有正意，吼、哦，正心配德，有德就有财，吼、哦，有财就有福报。啊，这是修行修心的过程当中啦，吼、哦，诶，总人总是要有钱啊，无钱要哪食饭？对哇，嘛就着爱趁钱啊，趁啊趁正当诶钱啊，哦，要趁爱趁啥？爱趁，毋是爱趁，毋通趁迄落侥幸钱啊，去甲人骗，甲人拐，吼、哦，去卖毒，去害人诶囡仔，毁掉即个囡仔一世人。你趁诶遐个钱啊，不管几地人，你安怎行都行人未完呐、啊。吼、哦，你咧卖毒，哎，互人食毒，啊，你再搁叫即个囡仔过去卖毒，伊家己食。然后后摆再搁家己吼，搁提毒来卖，安尼你所有的因果牵缠啊，唔知几十世你才行人会了啦。一个囡仔呐，废一个四大人，饲囝饲到大汉，变成咧卖毒、咧食毒，安尼这个囡仔，伊将来要怎成为这个家庭的恩望？哦，这就是咱做唔到开头，为着要赚钱。但是你陷害着人的经济，陷害着人的囡仔，即马查某囡仔嘛，甲人咧食毒呢。查某囡仔食薰呢有够济呢，毋是像古早人讲，啊，查甫人食薰，啊，查某囡仔敢捌看过查某囡仔食薰？即马查某囡仔食比查甫人食较重个，搁较济。食薰毋是歹代志，但是一般啦吼，食薰啦、啉烧酒啦，你只要也节制。吼、哦，卖害别人，你家己安怎享受？你要食啥？迄无人敢甲你管啦。
迄是你的自由。但是若去牵碍着别人的囡仔，你搁去甲带歹去，安尼这条因果就算你的。所以修行修心的过程当中，那当然就是讲初步要有一个条件啦。如果你若想要讲学什么，有人讲啊，我要来学吼科仪，我就来学上经啦，吼学占占卜，吼占卜风水要看风水，学易经嘛会使啊。这是大道向生，吼、哦，不是说混饭吃啦，吼、哦、解脱修大道，人就是要有内练嘛，啊嘛是咧讲修就是爱捌啊。哦，这就是咱的传承依据。啊，有师傅甲咱教，吼、哦，你去练的到底是练，吼、哦，不管讲你是练易经啦、看风水啦，啊是讲上经科仪这些工课，只要是做正做对的，这就是咱道教，吼、哦，你要传承要做的工课。所以讲解脱修大道，吼、哦，爱先内练啦，吼、哦，安尼你唔才有法度成就。哦，这物件拢是传承依据。古早的老师傅一直给咱教，一直传落，传到今嘛，有人叫师爷、叫师祖啊，足济啦。修在练，一代传承，传过一代啦。所以讲道教，吼、哦，伊是要甲咱讲分阴效阳，也是先阳效阴啦。吼、哦，这种的修炼法啊，譬如啦，啊，咱这边来讲三功来练，吼、哦，变那三变那三功来练，吼、哦，第一讲做气。就当然嘛，吼、哦，当然就是练精化气，练气用心，练心欢喜，这吼、哦，这拢是爱经过，吼、哦，经过，吼、哦，咱的这教祖、道祖所留落来，吼、哦。不过民间呐，吼、哦，民间有足些，吼、哦，修出这个法力足好的人嘛有，吼、哦。你若行着正路，法力真好，感应真好，吼、哦，足正统的，你会当成为啥？成为吼、哦、人。人若有啥物代志，甲你问，你咧问足清楚、足正确，安尼你嘛即等咧救人、度人，同款的意思。吼、哦，无论是倒一种的传承啦，吼、哦。不过呢，吼、哦，咱古早人定讲的吼，找师问道，上无嘛爱三年六个月，无三年六个月你嘛袂成就。所以咱参加吼、哦、开课啦，吼、哦，易经课也好，什么课也好，最重要的就是内修内练。你真的以为吼、哦、没有那么简单呐、啊？吼、哦，千金难买，是安怎讲？千金万金买袂到啥？买袂到智慧。修行本身呢，吼、哦，不是用开钱的啊，就是用咱家己爱开窍。吼、哦，要传承，一定要有内练。吼、哦，靠一代一代。吼、哦，安尼呢，一直甲传落。吼、哦，这就是有时阵咱就讲吼，拜师是咧做。哦，做一个传承，啊，做一个传承，唔是做一个挂名的。哦，每一个学法拢爱花很大的哦时间啦，吼，爱开足济时间去认真的哦去把它练就。啊，无要你无练就，所以讲师父问下，吼，要考验第一人考验是考验你的德行啊，甲你的人品，伊才要甲你传法。想要讲做师傅的，伊会爱看你这个人的人品，伊即马教你会晓相命，吼、哦，教你会晓做，吼、哦，咱讲做先生去甲人看风水、看地理，伊要甲你传上尾啊迄步，伊就是先考验你的德行，先考验你的德行甲人品，伊才到上尾啊迄步甲传予你。吼、哦，虽然贫道啦，讲话无好听。但是忠言逆耳啦，讲实话，吼、哦，安尼叫做福星无量天尊。为什么？吼、哦，咱常咧讲师傅，和你讲你传足济徒弟啦，无一定大家徒弟拢会成就。过来就是想法无同款，啊，想法不一样。有个人吼、哦，想要爱就是灵感显化，但是伊无要学是传经，即所谓仪式。吼、哦，这派门一定要有这个传经仪式嘛，要有这个传经的这个仪式，拜师学艺啦，吼、哦，拜师学艺上界落尾啊，老师的考验是咧考验啥？考验徒弟伊的德行甲人品，然后伊到将伊上界精密的甲传予你，吼、哦，才传予你，
哦，所以讲我们呢，学，咱讲学，不管你是学什么款的工课啦，吼，学什么款的工课，吼，你拢是爱学三年六个月。古早的人讲，啊，要出师就爱三年六个月，吼，有些呐，师傅会拼，师傅会无要放，无要放这个上界，吼，精密的这步，甲你留咧，就是伊看袂到你的德行，看袂到你的人品。所以，伊这步也该留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个人先来讲吼，师徒徒，徒徒师。有个师傅教到一个足牛的，头壳足好的，理智足有的，智慧足有的，吼、哦。这个囡仔念点点啊学，点点啊学，点点啊学，吼、哦。啊，老师呢，甲看哦，这个囡仔以后呢，吼、哦，真正是古早人讲的一句话啦。师徒徒，到尾也是徒徒师啦，吼，啊，这就是吼、哦，有这种先天落来的囡仔，伊就特别，吼、哦，特别甲人无同款，伊的智慧、智能，吼、哦，甲技巧，拢甲人无同款，伊会点点啊学，吼、哦，啊，老师看这个囡仔就安尼单纯单纯啊，点点啊学，伊唔知影讲已经学足济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但是老师嘛看有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伊甲你。亲亲的，频道讲的话，吼、哦，你爱听，忠言逆耳吐真言呐，吼、哦，所以你讲，老师那是看这个囡仔德行有够遐，自然伊就会传真，传真法，这个法若好你，这个钵若好你，伊就退休啊啦，吼、哦，就等于传承啊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咱讲考验。一个考验啥？考验恁的德行，甲考验人品呐。伊要传法，嘛着一定安尼。啊，讲歹听话，一定讲在头前啊。吼、哦，甲恁讲讲的，吼、哦，然后才传法互恁。忠言逆耳吐真言呐。吼、哦，这就是咧讲着真师啦。吼、哦，要传一个好的徒弟，伊嘛着爱看甲伊的德行，德行伊看有够，人品看会够。伊这个钵才有传予伊啦，吼，才有传予伊，吼，这传嘛着爱传对的，你若传唔对的，等于你甲教遐拢，吼，伊去做唔对代志，啊，老师嘛爱担一半。徒弟有时阵啦，吼，有得到老师的真传，咱不但爱替老师呢加做淡薄仔功德啦，为虾米？你若无做唔对，老师的功德袂用扣分啦。哦，啊，那师傅的功德会用扣分，就是师傅你袂晓看人，你看人袂清楚，这个人哦，将来甲你得到你这功夫，伊是摕去卖钱，或者是哦，因为哦，家己所服伊的这，伊去做的哦，竟然是唔是师傅要甲你传的哦，这条正路安尼话啦，安尼师傅。嘛，只爱担一半，所以咱讲做老师嘛，无遐尼简单啦。要看会清楚，啊，多一个徒弟会当得到传承，那也是爱考验一段时间啦，吼，爱考验一段时间。下堪要用考验的地主，将来才有出头啦。来，咱即马来安排一个好听的梵音啦，吼。邀请道亲做来欣赏哦。那是谁的声音，在那金顶之上？那是谁的光芒？照耀四面四方，那是谁的慈悲？无形大地回响，那是谁的夙愿？千年无法阻挡。峨眉之巅，盛世无限，百相如花。峨眉之巅，威严肃
相爱，相识谱写。此人必生功呢，咱呢香油款速茶贡末小盘香普林灯虫草王三高宝，这拢是咧做着咱的这个电台啦吼啊，喜结善缘的费用，所以有一丝丝啦吼，加减啊补添啦吼，所以甲咱介绍是香品啦吼，或者是讲啊，梅先生甲咱讲过，即对身体有帮助的，咱就加减罔食，加减啊罔顾啦吼。啊，今日拜二吼，啊，拄着拄啊好，下头啦，就是咧讲南部啦吼，南部可能较会有雨啦吼，啊，若是云林县也无啥物款动静啦吼，啊，为这个云林县彰化台中吼、哦、往北的，吼、哦、应该是无啥物风雨啦吼，啊，若是有拄着问题哦，啊，你要来请示哦，拄着问题要来请示圣庙吼，啊，是讲有姻缘。要回来跟母娘结缘，咱拢欢迎。二四六日，拜二、拜四、拜六礼拜，啊，咱拢有开课办事啊，吼。啊，伫遮呢，嘛等于是咧啊，替一寡孙仔孙仔，哦，拄着一寡问题啦，吼。啊，圣庙甲咱做解答，吼，啊，做一寡吼，啊，囡仔会小字观察，吼，咱若是无了解，吼，啊，咱加减马上，哦，咱有甲分享伫慈天必生宫的群组。因为有足侪人咧问啦，问讲啊，小字观刷是啥物叫做小字观刷？那梅香有解说较足清楚哦。伫咱的网络，哦，我有搁甲重新搁甲分享一解啦吼。啊，唔知影咱就位啊甲听，吼位啊甲听。啊，咱囡仔老去细汉出世就去用号名，哦，这个新生甲你号名，后壁面伊一定甲伊挂一个讲啊，囡仔有啥物小字观刷？啊，囡仔关煞翻到是几岁、几岁、几岁，啥物关煞，即咱都会当诶，尽量毋是开足侪钱诶啦，吼、哦，一出啊钱，咱会当去甲即个囡仔关煞处理掉，吼、哦，爱、啊、的钱是啥？就是咱爱用诶费用，就是伫个金纸，吼、哦，金纸，因为咱要做官，一定是爱有金纸，啊，即个金纸是恁付淡薄仔金纸钱，啊，寺庙甲咱遮个囡仔保护。大细汉甲保护会当平安，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平安。迄小字观刷是足重要诶。吼、哦，咱伫个咱诶慈天必生宫诶群组内底，吼、哦，我都发布在那里啦吼、哦。咱讲善恶一念心啦吼、哦，境界相同，心先来讲念诶无共，因为世间有足侪足侪无共款诶制度啦，啊嘛有足侪足侪无共款诶立场，啊所以咱讲。人呢，要安怎去理解包容？
就是要经过沟通。吼啊，人咧袂当讲拄到啥物代代志就抱怨啦吼，拄到啥物款代志就要报仇啦吼，啊，就得要冤家相拍。其实吼，任何个关系拢爱好好维持，首先互相爱理解，换位思考。所以讲同理心，人爱同理心无爱啊，人甲人之间相处个课题，吼，当然是彼此啊爱有同理，吼，人情义理啦，咱当爱。面对面讲话较温和咧，咱学习同理必须爱先认识家己，我都控制家己诶情绪无，会当管理咱家己诶情绪无？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咱诶心存善解甲体谅，对人有体谅，吼、哦、对人有包容，同理心，吼、哦、彼此相应，安就叫做好朋友。吼、哦，咱讲包容，甲咱家己无同意诶意见，吼、哦，会对带来很大的脾气。因为伊讲诶，你听袂落，吼脾气都硬，所以要善于吼尊重。为虾米无同款啊？因人无同款诶，爸母生啊，无同款诶土，无同款诶诶，即、落咱有讲啊，有住北部啦，有住中部，有住南部，吼、哦，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诶脾气甲个性，咱无法度去讲啊，要一届就届吼，足、哦、和平相处。最主要，咱嘛是爱肯理解、肯包容，吼、哦，安尼呢，自然啦、啊，吼、哦。这个人虽然甲咱住离种远诶，吼、哦，伊是北部诶人，啊，你是南部诶人，但是若甲咱做伙会同心，诶，这个人就是咱诶好朋友。所以从生活当中，情绪管理要好较重要，吼、哦，自律啦，吼、哦，无咱人拢足无法度控制情绪，聊着就冤家，聊着就相拍。哦，你个看这个新闻啦、啊，常常嘛看到。咱面对代志吼，实在讲啦，负面的都是情绪的关系啦。吼、哦，咱若无负面情绪，应该咱的个性吼、哦、脾气袂遐尔啊歹啦。要管理好咱家己的情绪，就爱先小可忍耐一下，吼、哦、听一下，甲听看卖。啊、哦，安尼咱才袂影响咱的前途事业。有时阵咱的前途事业是因为吼、哦，情绪脾气，所以咱就无好个贵人啊。有时啊，咱若哦，逢请好啦吼、哦、啊，来对面同事啦吼，嘛、哦、是爱当作朋友，互相斗三工吼、哦，啊，卖扭后脚。啊，有个人拢较会嫉妒啦，较会嫉妒。吼、哦，偏偏伫即间公司咧上班吼、哦，啊，若是上司呢对倒一个较好，啊，你就会感觉讲吼、哦，啊，即、这个人大细心。哦，咱无去想着讲是咱的工作态度，或者是讲咱咧做的工作无够周至。有时候要先，吼、哦，先看咱家己，咱有互人懊恼的所在无？咱咧做有够圆满周至无？吼、哦，这有时是咱爱家己爱回，爱甲家己的内在先管理要好啦。心宽，吼、哦，人懂得负面情绪会管理好。过来就是，人比咱较敖，咱就爱共拍破啊，认真学吼，安尼咱才袂讲啊，倒一个吼、哦、中官对伊较好，啊对一个对伊较无好，吼、哦、毋是安尼，是爱看咱每一个人所做诶，吼、哦、你诶工课，吼、哦、啊你所做诶工课是毋是甲人共款？起心动念啦，吼、哦、咱拢袂使有迄种吼亲人心啦。看人对象较好，你的亲人心就走出来，情绪就敢那擦了同款，偷走你的福报跟功德。所以要管控你自己呀、啊，吼、哦，一定爱会晓喏，爱会晓讲，增长你家己的智慧啦，吼、哦，人格不要有缺陷，吼、哦，心理心态，吼、哦，不理智的人很容易会犯错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人处事，吼、哦。你控制会好势，你就当决定你的人生的命运啦。你的情绪来控制会好势，你才有都决定你人生的命运。从为人处事，吼、哦，为什么会有障碍？就是情绪的管控不好。懂得自律的人，自然有自制力呀，啊，车型的。啊，你若讲不懂得自律，吼、哦，咱一世人常常拄到一挂问题，吼、哦，拢讲啊，这顺境嘛，就爱去了解。逆境你嘛，就是爱去了解；顺境人就是安怎有顺境，吼、哦、啊，是安怎咱会有
逆境，而且这平常是咱家己无了解讲行为执着的人，吼、哦、啊，类似有劣根性的人，吼、哦，千劫万劫所有的领悟，拢是为咱家己的自力开始啦，改造自己，吼、哦，的身心灵啊，修行，吼、哦，要取决于你的心态啦，啊，所以咱常讲智慧是修行，求心不求佛，修行就是。自我改造，生命工程是自我改造的，不是神仙来改造你，哦，只是神佛菩萨要给你引导你道德良知而已啦。吼，来，今日个时间嘛差不多啦，吼，啊，伫遮祝大家吉祥平安，再见，拜拜。